你看他美国这边，他这个位置写的是对某一个提案是要大家投票 no 啊，对电子烟。我们催促你对提案 C 去投票 no 啊，就是说提案 C 呢是对于这种电子烟要规范。厉害厉害！就是这边人宣传是对这个电子烟要投 no，然后这边呢要投 yes 啊，所以说它是有不同的这么不同的这个对阵吧啊。这边是在卖艺，卖艺。If we have a government and even politicians' races.